兴奋什么呀？你见过大海吗？海滩真的好美啊！我请求先去海滩边上玩会儿。哇！孟主编，一起去玩水吧。玩什么水啊？我是来工作的。快点！喂。我们是来工作的。耶！呼！耶！耶！来海边了，呜！应该这样，呜！呜！呜呜呜呜呜呜！天气好，天气好！海哥，不要只顾着玩，该工作了。好吧，但是我可以先打个电话给我朋友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没有钱了，如果梅姐和科诺很晚才到的话，我们就没有钱吃晚餐了。我让我朋友先转钱给我。嗯。但是，你真的会把借我的钱还给我对吗？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？我当然会还了。要给你写个借条吗？可以啊，开玩笑的。那我就先过去打个电话。嗯。喂。喂。今晚一起去吃饭吗？可以啊，不过晚上七点在办屋里见。办屋里？那今晚你回来对吗？稍等。怎么还不接电话？我再打回去给你啊。嗯，那我先去工作了，回房间了再打电话给你。嗯。怎么了，帕洛？喂。终于接电话了，在忙着和哪个帅哥聊天呀？没有了，什么事儿啊？到底是哪个雄心？真的没有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声音提高了，有蹊跷。真的没有，怎么了？啊，相信你就是了，不用那么紧张的。哦，你真的紧张了？对不起，那我就不笑你啦。嗯，没关系啊。打电话来有什么事儿吗？哎呦，是这样的，可以给我转点钱吗？刚好我突然就要来外府出差啊，而且我没有随身携带现金，信用卡也刷爆了，薪水应该也不够。刚刚还给我父母转了钱。悠悠，你应该不会让我饿死的，对吗？为什么你去外府没有告诉我？哎，对不起啊，太突然了，是帕拉姐刚让我代替她过来的。还有，现在我正在和卡文单独在一起。哎，我还要在这里跟他过一夜啊，该怎么办啊？兰达，兰达，喂，兰达，兰达，兰达，那我给你转钱过去，不用担心。你这是全世界最可爱的啦，谢谢你啊，野游亲亲。嗯，知道了，先这样，拜拜。副主编，有钱吃饭了。没有要拍，你让开。啊！我们站过去那边看看。哪里啊？那边，直走直走，再走再走。啊，对对。啊！
来吧，我拍好了，我觉得我比你会拍。相机给我。不用你拍。给我。原来你在这里啊，副主编。这幅画看起来真孤独。也许是一个人的旅行吧。有时候自己一个人旅行，看起来就会像这样看起来那么孤独。那要不要多画一张桌子，再画一张明信片好吗？他要寄明信片吗？嗯。我只是在想，他应该会想写张明信片，然后寄给某人，去分享他现在的心情。这样就不会觉得自己是孤独一人了，然后在那之后，孤独就会变成等待某个人的幸福感觉了。我想我应该是过于感性了点。其实我曾经也有过。曾经有什么？等过明信片。我刚到英国的时候，我都不会说英文，所以总是被欺负。但是有一个人，每天都会写明信片从泰国寄去给我。他就像是我所有的坚强，让我有勇气一个人在那里生活。我每天都在等他的信，从天变成月，从月变成年，然后突然有一天他就消失了，再也没有联系我。我努力写信去找他，给他写电子邮件，却联系不上了。就像失恋了一样。我想我们一定能写出好的内容。去吃饭吧，帕拉佩里。这是你第一次叫我的名字呢。怎么了？就是平时你都是叫我采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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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才不是真的，我哪有那样叫你啊？谁会一直叫采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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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？
啊，那你呢？你还叫我什么伯明翰的？这比采购更糟好吗？这外号不是我想的，是真的，不是我想的。好吧，去吃晚餐吧。